大家好，我是小儿。而且你看这鹅吧，全在那个水里游呢啊，看那游一阵儿了，也上岸里趴去。今天咱们这地那儿整的，那个场地和那个水的水泡地方连着，这样待着。岸上趴够了，向水里游去了。这只小鹅让我叨去了，一直呢。那会儿下来还得站着人家搓澡去。鹅这玩意干净啊，天天洗的。这鹅油啊！来来，我给你搓后背来，过来。好像越长毛，好像是。鹅毛长得好。一天两遍，干啥呀？在这儿好像不下水，下水去，下水溜溜的，去，来，再见。那边游完了，上岸上待着去。上来干上波就不一样了啊，底下。把这个封上去，底下这个玩意儿就得给底子一打。啥菜啊？炒啥样？啥菜？炒啥样？炸啥样？咱得炸啥样去？炒不下去了，宝宝。那你猜怎么看呢？你那俩二师兄送不送你了？啊？天蓬元帅。啊？天蓬元帅吗？你给他俩收拾收拾去，添点水，添点料。行。哎，你这穿上我的雨衣，等一等，等。穿雨衣，我还穿雨裤呢。穿上了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你就穿上。行、哎。大师兄，我来了。哎呀妈呀，你吃的磨磨唧唧的。谁又干的事儿这是？啊！告诉你们上这边来拉了，你这蹲你鼻子眼儿，怎么样？这还欠不欠出去哈？筋骨放进沟里了，下收拾去。哎，这家行，你说你这可能就是你干的事儿，挺大男人你不干人事儿啊你。这回你看，这回让我整板都挡上了，你看上面哪拉去了？草不乱。天天吃饭，这天蓬元帅身后就是玉兔啊。